好心替小孩着想，妈妈遭误解，重话说得很难听。阿姨都不让我喝饮料，那我不要先放钱在你身上啊，不然我小朋友要喝饮料，你都不给他喝。我就说没有，大家都没有喝。怎么会这样子？不行哎，这个结一定要化开。好人真的不好当，贴心送暖竟遭当头棒喝。外送员很辛苦，想要在外面骑车一定很冷，所以就多叫了一碗热豆花给他。很贴心、啊，是不是？不如你给我小费就好了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之子女家务事。